高中上过这个课。哦，你也上到这个课。对。然后以前还有一个按钮，按它有一个遥控器，好炫哦，按下去就咔咔咔咔，遥控器坏掉了，也不能咔咔都要手动在那边推，干啥？没办法，太久了、啊，而且我那个太久没用我的那个投影镜头啊，闪光啊，所以如果说基本上啊，你们这种机器不用啊，要把这一颗拔下来，这一颗可以拔，你们知道吗？转，然后放到广场上，对，放到反正整台放进广场这样麻烦，所以通常的话，那一颗很重要。因为这颗如果谁勾吼，投出来它那种直性就不一样了。然后像阿斌老师他就更屌了，他是买一台那个平面嘛，他是每常常这样看，他都这样看这样看的、啊。哦，对，啊，现在哦，他也是因为懒了、啊，他买了一台扫图机。可是那扫图机是专门扫正片的，那一台两万多块，扫图机就是专门扫正片，把正片扫成那个数位版。可是它都是 TTL， 哎，不是 T 的，它扫出来的图形都是那种 T 什么 TIF 档，哎，对。哦 ，TIF 档。对，都不是弱档，也不是那个。可是他们应该可以。那个画质应该可以到很高，才两万多块吧？当然，不然一般都差不多五六千块就有。扫图机吗？是专业扫图机吗？就是一般的啦，不用到很专业。那是专门扫图的，连图片都可以扫。扫图片的吧？他讲的是扫图片的，我讲的是专门在扫底片。啊，他会有，就是底片啊，都可以扫、啊。有种是扫负片的，不是扫。因为你要看他有没有给你价值。有啊，就是有架子啊。送给你那个。连架子都有啊。你知道我讲什么架吗？就是连那个放布片、那正片那种架子啊。对。对啊。对了对了，是那种正片。正片的架子都有，啊、我知道有扫负片的。就是扫描器嘛，就是一般的扫描。啊，他只要放，他是扫底片的，他不是扫那个，他是扫底片。六千是扫描器，可以设定。